可是自己承受不了那么久吧？没事，预期区分。对啊，反正都已经这血量了，爱不到就杀了他们啊！好可怕呀，什么心态、啊？好凶啊、嗯。不要看了，快点去做事。不用蹲了。你的有没有蹲到一样？超级弱势。他们会怕一个折屏，不用怕。一个折屏把四个用最快的速度搬家，整个打包好跑走。啊，四个有附魔装的，怕一个折屏。真的。他们怕的就是那个狐假虎威的故事啊，他们怕的不是泽平啊，怕的红队的大魔王啊。哎呦，会用成语哦。我们现在听个故事好了。嗯，来把狐假虎威的故事讲一轮。哎呦，看起来好可口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嗯，怎么摇这边是大洪水啊？怎么会是这样子啊？大洪水都是水。而且是一个水柱流下来的水变成这样，对，真的是大洪水，上面好可怕，对啊，怎么挖都是水，超崩溃吧？水牛加油啊，水牛，到处都是水，水牛发威了，还不放弃耶，硬要挖耶，再挖再挖，又是水哦。还是腿，他还在想说奇怪，我头上到底是怎样，超级多水。等我，等我，你还要吗？坚持哎、欸，他这个跟刚刚紫队那个硬要挖，没关系，你再挖，你再开，你再开，还是水。他这边要找到没有水的，可能有点难哦、喔。你真的是很坚持，你这就这条。对对，挖头上，挖头上，挖头上。又要水，哎、欸，好像，哎、欸，会有会，可以，我们用旁边，要有出去，还是水哦，你往后面也是啊，加油，还在太平洋底下、啊，这里都是水啊，但是好坚持哦，到底为什么走这条路？但是一直，我记得他不是金牛座的啊，他是巨蟹座的呀，他螃蟹、啊。我喝水，喝水喽，喝水喽！为什么这么坚持？他一直就是一直在叠那个楼梯，就是为就是要从这里喝水喽，干嘛？哇！动物星球频道水牛喝水，真的？不喝了，不喝了！啊，有出来了，有出来了！狐狸怕走过来了，狐狸怕走过来了！哇，被水冲着，哇，可惜！可恶！他看着他了。水牛游泳，水牛游泳。哎、欸，哎呦，你到了吗？不是，应该是卡到。可恶！他这样子，如果狐狸怕走得过来，他死定了。狐狸怕，真的不行，没有堵到那个水。狐狸怕，快上啊！不行啊，这他把它盖起来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坚持要从这里？他在漂浮，然后又把它盖起来了。我觉得他这边挖上去又要是水了。又是水啦，下面也是水。再流进来。哎呦！他是受水诅咒是不是？真是白痴！要加油！被水诅咒哎、欸！我的天！我们越喝越多了，他的挡越喝越大片。
附近有毛怪，附近有毛怪，附近有毛怪。终于要出来了吗？对啊，从这里出去就没水喝。啊、水流的进，绕有绕绕一圈，绕一圈了。嗯，终于摆脱水的魔咒了。哎呀！哎呦！哦、可恶，没有怪了。哎、欸，我要去看一下村庄。对，村庄有人了。不是来了啊？那个嘞，怪有消吗？怪都消失了吗？还哎，突袭变胜利，突袭胜利了。哇啊！那个没意义了，那就不好玩了哎、欸。嗯，没有意义了。可恶，这么早来这里，真的还蛮大胆的。万一没有清掉，他们要找那个、啊、死掉掉。谁放烟火？村民。嗯，村民。哦，因为胜利。没有找到什么吗？不行啊，我苹果金，他们找到苹果跟金哎。对啊，应该可以合成吧。哇，这样。这个模式就跟普通差不多啊，对吧、啊？怎么办？感觉之后越来越难玩。他是干嘛？他他小雨叠那么高，你就不用玩了哎、欸。杰克已经插一个钻石裤子哎、欸，耶、yeah, ！他自己叠超高，直接压倒性胜利啊！他们两个在干嘛？等一下，被人家射箭掉下来就死亡。他们要盖什么？他们要盖字吗？还是平台？平台吧，不懂，看一下、喔，七十几耶，七十六，七十几，七五到六五啊，对啊，太高了吧？他们在上面呢，可能要第一个，他们是不是要等100分钟再下去？嗯，不能想让其他队自生自灭。嗯，可他在这里也很危险呢、嗯。啊，不行，没夜妹了。要跟那个床上的村民当好朋友。有发现了，有发现说不对了，各种平台降低。哦，先盖屋顶吗？啊，哈基，你怎么没死？哇，走滑啦，哈基。QQ， 超 QQ 的哇，血量怎么变多了？啊，我刚刚怎么死的？氪金啊！怎么办？我觉得我死的好冤枉，我现在还在觉得冤枉。我也觉得我死得很冤枉了，我也觉得没防烧吧，就掉木头没防烧呢。嗯，哇，哈基你能忍哦？强迫症假的吗？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吗？已经 whatever 了吗？哇，他整场压力大，应该是哦。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在这里，其他队一上来就完蛋啦。对啊，蛮弱势的哎，真的很弱势。可他们在下面也很危险、嗯，不行，不管在哪都危险。我下一届开始要灭巧克力那一队的，要看准颜色。对，要看准颜色的、啊，不然其他人会没有体验啊。可是不得不说，繁星这种就是一开场就 rush 的打法，真的还蛮加快的。好玩啊、可是很可怕、欸、加快很多，不会啦，超害怕的，不用怕、啊。你一次只能带一队吧，没有办法带太多，顶多带一个人走啊。对啊，除非大家都有这样。如果巧克力这一队有带了杰克走的话，是不是？你说就会出事了吗？升怪塔就会出事。对啊，带巧克力走就是不一定有用，要直接带盖升怪塔的人。嗯，要盖要带有用的人走。就像人家讲的啊。为什么坏人都那么长命，好人都短命？因为上帝需要有用的人，啊、真的有没有？上帝需要有用的人才，这边缺人才。地道吗？你看，坏人这么长命，这些人
绿队也上来上面了。嗯啊，他们是用游的上来的、欸，超猛。那是很近哎、欸，他其实应该看的，基本上已经看到了吧？基本上绿队已经看到黄队了吧？这距离。对啊，可以直接看到了。会取怪怪的，对啊，今天有点奇怪。我今天也是看奇烂的台，转圈转超久才可以看台。边界有在说了吗？不是80分开始说，100吧？100。哦，100才开始说。对啊，你还没来之前我们就在聊啊，应该要先发光。现在说啊。再来才清队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还是100是限高。100限高吧，我记得。100限高跟收缩啊。可是现在在收缩了欸。是先说再限高吧。嗯。在说了吗？只是可能比较缓慢，没有什么感受。蛮快的、欸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很少活到这个时间。只是说蛮慢的。自杀型玩家。为什么他就要泡水？这样才好看啊！他就要泡水钓鱼啊！绿队在上面看。嗯。加油，钓个附魔弓。绿队占领了这里的房子。隔壁是我。他们都泡水钓。为什么他们都要泡在水里？嗯，是怕被烧吗？叮一声，跟预估惩罚吗？啊，应该是刚小雨放一个。哦哦，铁针。会泡水。好挤哦，我觉得他们这边天花板、哦、还是真的是因为怕他们下面在点火。压迫感超高。好压迫感哎、欸。怕被点火，然后就。脖子重重的。怕被偷挖脚下吧。嗯。不知道绿队什么时候会打算压过来、欸，好可怕哦、喔！不知道要怎么压力真大跑啊！四个人呐、啊，绿队至少也是四个，而且血都两黄队两个加起来的血，还不到绿队一个人的血啊！紫队还在这里掉，哎呦！魔王必须先被铲除啊！真的，加油啊！哇，我突然觉得红队会直接通到黄队底下哎、欸，照那个楼梯的趋势会直达。好害怕、啊！居然是红队先上来，太危险了。对啊，居然是红队先上来哎、欸，一定完蛋。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先在边边慢慢走过来。嗯，不然两个人会被针对啊。哇，是在干嘛？已经红队图形又出现了，哎，图形了，哇，有怪了，哪里？村庄村庄有哎，快冲出来，有了哎，我没看到怪哎，还没，他还急，快买了，来，咬他，在哪？这是干嘛？是因为清罐水没办法升吗？不过是因为不要啊。不要啊，要出来啊！哎、欸，对啊，啊要出来不出来的，胜利了！哦不，但是该不会他一生出来怪就被清掉？就被清除。嗯，有放烟火了。哇，红队就在脚下。鬼鬼也差不多就全转了。这次的卖点都这样被清除掉了。对啊，这次的 logo 呢？都没了。嗯，不会太高吗？还好了，还有十二分钟。又要涂，我觉得他这个会是一个一直重复的哎。对啊。啊，因为除非每个人都有那个状态啊，出来都被杀。除非每个人有状态来就会触发。清关用掉。你看。对啊。出在哪里啊？好可惜哦。对啊。没看到。一声就有没有渣渣、啊？一声有没有出声的渣渣？不可能，就可能冒个烟还是什么的，没看到。嗯，这次 SSS 卡就是标榜说是这个，官方不给出吧？结果你抽到之后一直抽到空气，看，官方图都已经释出了，
结果变成这样子。哇！你都靠过来了，难过哎。对啊。亏我今天不睡觉，为了玩这一场。亏我很期待他们打突袭。对啊，熊跟紫红的，哦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巧克力打四个，冲！射箭，射箭！哦，射到！一个巧克力打四个，这么狠的吗？我觉得啊，怎么又跑了？有几率哦，又跑了。巧克力一个人就把四个打跑。要跑！不要不要射红黄红的。